请大人升堂。魏虎，你以树惑人，谋人性命，罪证确凿，你可知罪？没有什么好人，包黑子，你只要砸了我，你也不会好过。大胆魏虎，死到临头尚不知悔改，竟敢在大堂之上恐吓本府，你实在是死有余辜。杀人只不过头点，早死早淘汰。狗头铡伺候。是。狗头铡伺候。是。魏虎，不要做困兽之斗。来人，在开炸。拿枪。是。收你的尸骨，火化骨坛后，再找那包黑子，给你讨回公道。各位观众，所谓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以宿命论来说，一个人打出生就已经注定了这辈子能吃多少饭，能有多少财富。可是有人却以自己的寿命跟阎罗王交易，换取富贵的日子，结果究竟会如何呢？敬请您和我慢慢观赏今天中国民间故事为您所播出的精彩好戏《富贵命》。小友啊，别顾着玩，赶快吃饭了啊！真是丢人现眼，弄个木头鸡腿来充数，也不怕人家笑话。娘，孩子好玩嘛，再说望梅止渴也可以解友儿的馋啊。哎，家门不幸让你嫁给这个穷酸。哟，怎么都是地瓜，连个米都没有啊。你挣多少钱呢？有地瓜吃已经不错，你还嫌。爹、我们多久才能吃到咬得动的鸡腿啊？小友啊，你就别指望你爹了，等你长大有点出息，别说这个鸡腿了，就是羊腿呀、猪腿呀，有你吃的。外婆，什么是出息啊？哦，这出息嘛。丈母娘，你这是干嘛嘛？当家的，娘是在教孩子吗？你干嘛这么过度激烈？我回来嘞！哎呀，哎，哟，有鸡腿呀、啊！哎呦，我要烤一行了！哎呀，哎，有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木做的鸡腿呀、啊！木做的？娘，这是什么跟什么？问问你这姐夫啊，儿子伤到了没有啊？哎呀，
我不碍事儿，姐夫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叫穷开心，对不对？哎，来来来来，还是吃我的，来，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有肉哎，有啊，猪才吃人家不要的剩菜，小友来吃。 有的人呐，连猪都不如。娘，你就少说一句嘛！我要是不是看我吃这住这，这王丽有他好受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啊，吃嘛吃嘛！哎哎，姐夫来吃嘛。来，新鲜的鸡肉。 哎，喂喂喂，重算，你是不是要买鸡啊？如果你不要站在这边帮我做生意，好不好？陈哥，一文钱可不可以买一只鸡腿啊？啊，一文钱就想买一只鸡腿啊？嘿，我看呐，你买一只鸡脚差不多。鸡脚啊？那我可不可以买半只鸡腿啊？啊，半只。 那我多下半只卖给谁呀？啊，站住！嗯，哎哎，你想躲谁呀？我怎么会是躲呢？我只是……哎，姐夫，哎哎，陈哥，你那一文钱还我，我不要买了，我不要买了。哎，谁叫他是你小舅子？你找他要钱吧，你还差我两文钱啊？哎哎哎，行弟啊，那一文钱我攒了很久，我要给友儿买鸡腿吃的，要回来啊！ 哎呀，姐夫，有儿少吃一顿会怎么样呢？难得你要见我落难吗？那一文钱我攒了很久哎，你就要回来嘛？哎呦，才一文钱呢，姐夫，好，你就要我的面子是不是？我不管，你不要回来你就不要做那，我真没看过像你这样的姐夫哎。哎，我这样姐夫有什么不对啊？哎，你吃我了，住我的，我还帮你还赌债，你还搞错了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王丽，这样子吧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 我不但还你一文钱，我还送你一只鸡，一只鸡呀、啊！对，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哎，哎不不，你耍我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你骗我，你骗我不要。哎呦，我不是叫你杀人越货，你担心什么啊？哎，有了，只要你答应我这件事情，不但还你一文钱一只鸡，连你小舅子的账一笔勾销。嘿嘿嘿嘿，我答应你。 我答应你，什么事我都可以做。你答应有什么用啊？我是叫你姐夫做。不犯吧？啊，不伤害你。啊，好，我做。你说，我做。哈哈，简单，只要从我胯下翻过去。哎哎哎，陈哥，你太过分了吧？我虽然穷，可是我穷有骨气啊！你怎么这样招待我啊？哎哎，陈哥，我可以。 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在你胯下呢爬个十次来回都没关系。哎，你爬有什么用啊？我是要王丽来爬，王丽，王丽这两个字你懂吗？我懂，我懂。陈哥这招还真绝，弄不清楚的人还真以为本县的首富王丽爬过陈哥的胯下。嗯，臭卖鸡的，你这一招还真绝啊！ 喂，一文钱一只鸡，歪到你小舅子的账，你还考虑啊？哎呀，对对对对，姐夫，你就答应了嘛。你也可以啊，嘿，趁这个机会殴那个有钱的王丽啊！哎呀，你不整天埋怨说老天爷不公平吗？说为什么同样的王丽有两个不同的命呢？现在老天爷给你机会了，你还不趁这个机会殴他？喂喂喂喂喂，这机会应该是我给的吧？ 对呀，对，是陈哥替天行道，所以你才有机会的嘛。可是爬过去的人是我哎。哎呦，姐夫，你就当做是那个有钱人的王丽，有他胯下爬过，不是你不就结了吗？哎，对。而且啊，等一下你爬过去之后呢，你还要大声叫：“王丽从我麦基城的胯下爬过去了。”
不打开你的胯啊，双胯，我姐夫怎么拿呀？哎，对对对，快，姐夫，爬呀！爬呀！爬！嘿嘿嘿！来，快，爬！嘿嘿，快！没出息，快爬！王丽爬过麦积城的胯下了。谁家的？这没出息。好啊。谁家的？哎呀，谭家公子。去。哎呀，哎。那一文钱。哎呀，重用啊，重用啊。今晚上有鸡。又该回去过年了，过瘾。姐夫，来，该回去的。姐夫，姐夫，走，王丽，胯下，过瘾，王丽，当家的，多少吃一点嘛。是啊，忍一时之辱。换来全家人的平安，值得的，别那么想不开。说的是啊，我们现在这么乐乎啊，好像是过年一样。到了，说着本少爷的名字，作死呢你！我说我下次不敢了，哼，亮也没这个胆了。啊？什么？要我改名字？不改也可以啊，不过姐夫啊，你可要搬到800里外的地方去住了。嘿，这欺人太甚了嘛！哎，有钱人家不能这么霸道啊！哎呦，人家也没有霸道嘛，人家给了，给了5两银子了。你说当家的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哎，改名字，我改什么名字呢？王，哎呦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哎呀，老天爷啊，哟，这日头怎么变了？大人，天狗食日，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？不妨事。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每次天狗食日，我都会头晕。大人，还是休息一下吧。不妨事，继续赶路。是。显身了！哟，会不会有什么倒霉事儿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徐队，速战速决，不然机会不在了。走。大人小心！哼，包黑子，怎么又见面了？包黑子，这不是包大人吗？你们要如何？哼，天狗食日，五不逢时，就算你是文曲星转世，也来不及了，拿命吧！
们两个到地府去见吧。呀，波兰危险了。哎，波兰，你没事吧？你是？哎，你刚才那妖魔，我把他的骨灰坛给砸了。啊，多谢恩公相助，多谢兄台相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受伤了。我站在前面，我们到前面去疗伤去啊。又劳了。对对对对对。爹回来了，有还有。爹，玉琴啊，玉琴，哎，你慢慢来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赶快去请个大夫去啊！请大夫啊！请什么大夫？哎，麻烦你们拿起银两，赶快请大夫来。好，我去请大夫，我去请大夫。哎，里面来哈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小心。打扰了。哎，怎么大夫还没来啊？哎，我说当家的，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路上看他们有难，那我就，哎，非亲非故的，你就莽莽撞撞把他们带到家里来，万一……再说，我们怎么供他们吃住啊？哎呦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嘛！泥菩萨过河，先救你自己吧。你要是再不改名字，那县太爷就要管这档子事儿了。什么？县太爷要管了？是啊，不还银子不搬走，县太爷就要管。哎呦，师出无名，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嘛？哎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县太爷只要三天两头把我们找点麻烦，我们这个家根本就待不下去了。我说当家的，你得拿点主意呀。哎，有了。我说女婿啊，说不定屋里那两个人能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哦。你之所求虽非难事，但本府实难允诺。你起来吧。大人，您帮助草民度过改名这个难关，草民实在应该感到知足了。但是改名这件事情让草民实在是心有不平啊。老天爷为什么厚此薄彼嘛？一样姓名的人为什么贫富之间差别那么大？哎呀，王丽呀，就算本府为你探得你一生的荣禄，那你对你以后是穷是富已经自己了然于胸，这样会徒增你很多的烦恼，实则毫无助益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嘛。大人，草民如果知道一生的命运呢，自当会知命认命的。你尽管放心，明日清晨本府自会给你个答复。你起来。谢大人，草民告退。包大人，阎王爷。包大人，今夜入阴不知有何贵干？本府此番入阴全是为了救命恩人所托而来。所托何事？查清一生荣禄如何。啊，包大人一向为官不为人情所动，这次大概包大人还是有情之人呐。那一切有劳王爷。此人是何方人士？泸州富阳，姓王名利。他生死簿。是。王立，大街口。寿命32岁，寿财文银106000两。王立，东郊外，寿命75岁，寿财文银13000两。如此，本府就明白了。多谢吧。大人，大人，这小的为您跟马差爷准备一点食物，您带路上吃吧。哎呀，不必多礼了。量入为出，才可以做到安贫乐道。本府之言，希望你仔细的斟酌。大人，草民这辈子啊，大概就是跟您这次有这个缘分了，所以您千万收下，
小的这辈子也了无遗憾了嘛啊！恩公切勿如此，此举只会让包大人左右为难。啊，大人，好了，盛情难却，马汉是收下。是，多谢恩公。什么叫动身啊？啊，即刻启程吧。王少爷，你就是那个跟我同名同姓的王琼酸？哎，我王丽可是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啊！你可以叫王丽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王丽啊？哎呀，你不要管了，我自己解决啊！大胆刁民，胆敢在本县面前如此无礼！草民，参见县太爷。县太爷，哎，草民叩见县太爷。县太爷，请原谅草民有眼无珠。不认识县太爷，所以才会这么无礼。哼，所谓见面三分礼，你纵使是庄稼汉，不懂得什么是知书达理，但是也不可以如此的莽撞。哎，启禀县太爷啊，那是因为王家少爷他以父压平嘛，硬要我改名字，那草民难免心中有所不平啊，所以才如此无礼嘛。哼，此事本县非常清楚。是你毁人名誉在先，怪不得人家王少爷。好一个庄稼汉，你顶着与本少爷同名之谊，不好好珍惜，却为一点钱和一只鸡，干出这番丢人现眼之事。如果本少爷不与你理清界限，谁敢担保阜阳县的百姓不把本少爷的名字放在脚底下踩呢？爷，哎，那是你自己庸人自扰啊，你怪得了谁啊？你要是觉得丢脸，你改嘛，干嘛叫我改？你什么？你是谁啊？你又不是朝廷命官，又不是我们家大人，为什么叫我改名字啊？大胆刁民！王少爷现在以为本官聘为师爷，掌管押中诉讼之事，此职虽非朝廷命官，但却为本县的命官。你改不改名，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。大人啊，哎呀，你就少说几句嘛。你们二人退下，此事已决。二日之后，拿你的新名字到县衙去办理修正。希望包大人能帮我的忙，要不然呢，我不是得离乡背井，就是得改名字。恩公，您就在此先坐一会儿，包大人他随后就来。哦，谢马爷。坐。包大人到。参见包大人。免礼，请坐。谢大人。王朝马汉在。你们两个先下去吧。是。王令，适才在大堂之上，本府之纳言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启禀大人，其实草民今天来的真正目的不止于此。哎，哦，愿闻其详。哦，那草民就直接说了，草民要舍寿求财。舍财求寿，舍寿求财，本殿案例不胜枚举。事在人为，端看世间人舍啥求财。大笔一挥，定舍求，去寿得财，绝孙子。好了，此人命运已改，包大人可以回去转告于他。但为此事再三叨扰，还望王爷海涵。告诉宋包大人。怎么说你们都知道
快去吧。是。谁呀？这么晚会有什么人来呀？请问是王丽、王恩公的家吗？哎，会不会是上回王丽带来家里疗伤那个人呢？你去把门给他开开吧。娘，这家里面没男人，这会不会……大嫂若不便开门，我就将东西放在门口了。一点小小的心意，感谢恩公曾在路上相救，告辞了。我看看，哟，真有一包东西啊！看看，嘿，包的挺扎实的。哎呦，挺沉的包，搬不动了，来，两个人搬呢。哦，来。不是在做梦吧？娘，不是做梦，是真的银子，真的银子，发财呀！包大人说我会很有钱。怎么感觉不到？说，说我会很有钱，难不成一直从天上掉下来？我才不信。哇！哇！这么多金子！金子！哎呦，这么多金子！哎，真的耶！哎呦，真的！我爹说，不属于自己东西不可以拿。穷要穷有福气，哼，入不识，入不识调。王丽，鸡，姐夫失踪三四天了，你也三四天不照面，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哎呀，娘不会有事儿的，你看看我们家徒四壁的，怎么会有事儿呢？哎呀，姐夫有消息吗？家里发财了，这个菜比过年的菜还好了。家里发不发财干你什么事啊？有事你就是少啰嗦。娘，我要银子，我不管，我要银子。什么银子啊？小子别乱说话，哪来的银子啊？对，有啊，小孩子不准乱说话，乱说话的话会割舌头的。我们家里那么穷，哪有银子啊？谁说没有的？采访好看。真有银子啊！娘，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发生什么事？干你什么事啊？这
这是我们王家的事。姐，你这个未免太没人情味了。哎，你不要打我弟弟。你不准过来。姐，我是你亲弟弟，你干嘛这么见外呢？我只看一下就好了嘛。不准看。你走不走？我看一下。你不走开。我看一下就好了嘛。我打你。哎，姐，我看。看看他吧，他简直没把我当作亲弟弟，把我当作是贼，就是抱着他那个银子，饭也不吃了。这你要怪谁呀？谁让你素行不良？哎呦，娘，你到现在还在说我，你赶快把姐叫出来，他就守那个银子，连饭都没吃呢，赶快叫他来吃饭呢、啊，他好像没见过银子似的。你是有见过银子。但你有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吗？姐，你没吃饭，我吃了。来，吃东西吧。要不把这银子看紧一点，谁晓得你会出什么花样？姐，我知道，我虽然呢有过素行不良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很有分寸的嘛。哎呦！你们家可有男人在了？哎，我说胡行啊，你跟你姐夫一块躲到哪去了？大管家，这个我们也在找我姐夫嘛。再说，我也犯不着要躲呀。嗯，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说大管家，如果这是你家，你随便让外人家屋内屋外进进出出的走吗？我说大娘啊，你也该管管你女儿了吧？我哪次来不是这个样子的？大管家，我女儿当家了，她不在，我看你呀、啊、不能进去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哎呦呦呦呦，你们家有男人在，可大家都敢说话了哈？胡行，你来说说看，我可不可以进去查看查看啊？哎，这是王家的地方，他做不了主的。姐，我哪有当什么弟弟啊？大管家，我看呐、啊，你还是别进去好。那我是要硬闯呢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要硬闯？对啊。好。你干嘛？我就用银子砸你！银子开玩笑吧？就拿这两个银子砸我？开玩笑？那你觉得用金子怎么样呢？王家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姐夫，你怎么了？才三四天不见，不认识我了？哎，你们怎么把东西抬进来啊？是。来，放这儿。什么呢？哎，玉琴啊，你手上这点银子就赏给他们好了，让他们回去了啊。当家的，你们搞错了。你怎么又搞错呢？嘿嘿，要砸他用这两个银子太寒碜了，要砸咱们就用这个金元宝来砸。
不成敬意。哇，无功不受禄啊，胡公子，本官要是收下这个，岂不是有受贿之嫌？哎呀，大人，你严重了，这黄金嘛，一则呢是提供乡里的建设，帮助了贫穷人家；另一则呢，就要答谢大人呢，让我的姐夫呢能够保有他的名字。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只是公平处理此事，何须王庄主如此多礼呢？应该应该嘛，礼尚往来嘛。以前呢，我跟我姐夫啊，跟大人呐，也是关系比较生疏一点。但是今后呢，哦，我们要跟大人呢保持良好的关系，这一点的心意啊，是应该应该的。如此说来，本官就恭敬不如从命喽。谢谢谢谢，哎，哪里哪里。王少爷，他不偷不抢又不犯案，本官总不能登堂入室去问个究竟吧？大人，难道他那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王少爷，本县城多了个有钱人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地方繁荣了，大家伙儿不都与有荣焉吗？大人如此一说，我也就无言可对了。不过大人你要知道，虽然那庄稼汉富了起来，可是还是差本少爷一大截呢。这个暴发户，王少爷，如果没有事儿的话，本官就告辞了。对了，王少爷，本官今晚就跟你所说的那个暴发户约在晚花阁有晚叙，您是不是过来一起啊？多谢大人，来日方长。宋大人，两把，你搞不搞清楚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啊？还跟你俩那个杂七杂八的东西啊？哎，胡哥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！我好心好意跟你打招呼，你这样羞辱我呢？哎，怎么样？我在这边输赢一把，要你卖很多东西啊！你搞清楚，自不量力，怎么样？还不走啊？走！哎，都快了！来来来，真是机快，来来来，哪里快？来来来，谁知道他？来来来，你快这时来运转，真的是。来来来，爷爷爷爷爷爷，下下下下哦，下哦，爷爷，这是我家少爷要交给你，好，上上下，下下下下下下。哎，北郊不是一片荒芜之地吗？对呀，所以你有机会卖就赶紧把它卖掉，否则要是有一天朝廷征收，辟为道路，哎。那你的损失可就大喽。是啊，朝廷征收给不了多少钱。问题是在谁会买这块不值价钱的地呢？当然是耕地之人，最喜欢的就是地喽。你说的是那庄稼汉？那还能有谁呢？你想想看，他以前住在东郊那块地，就在你这块地的旁边。他如果一旦买下了这块地，岂不是在本县是最大的地主？哎，他现在正需要的就是这个头衔，本官提供这个机会给你，你得要好自斟酌喽。多谢大人指点明路，在下一定不会忘了你的恩情。王少爷，您太客气，本官如此做法，只是希望钱币能在本县有所流通。对了。钱财流通，这地方才可繁荣。嗯，在下妖艳的庄稼汉，
务必大人赏光哦。嗯，好，一定一定。哟，都在啊！我说弟弟，你看你带你姐夫去喝酒，你姐夫喝成什么样子？又不准你带你姐夫去喝酒，听到没有？这是应酬，应酬你懂不懂？哎呀，我们不趁这个机会呢，认识一点达官显要、富贵人家，往后呢会坐吃山空的。是啊，你弟弟的话也有点道理。姐，钱呐、不生钱呐、就会没钱，不能够等呐、老天爷天天下银子给你啊！哎，我们以前的穷日子没过过啊。行弟啊，这应酬交际除了喝酒之外，没别的法子啊？当然嘛，这就叫做应酬，懂不懂？哦，对了，姐夫，这王丽王少爷呢，给你的请帖。他给我帖子干什么？咦，大伙都认为你现在在我们本县呢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呐，所以这个王少爷他们想跟你深交嘛。女婿啊，你现在可真是出人头地了。快点！先放别的吧。来，今天真倒霉！物业物业啊，干嘛？咱们账该算算了。哦，账啊，欠多少？总共3000两。3000两啊？这个，我改日再给你办。限你3天以内还，否则有你好看的。3天呐、我晚几天行不行啊？啊，好不好？晚几？哎呀，这么不给面子啊！3天的，玩几天都不行。3000两啊！什么事儿？上回你姐夫向那个王大少爷买的那块地呀、现在朝廷要征收，要把它劈为道路。哎呀，这不惨了吗？那我不损失惨重了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会儿你姐夫到县衙去向县太爷打听消息。前两天你姐夫刚说要雇点工人呢，把那块地整一整，种点杂粮什么的。这倒好，地还没整好呢，就，哎呀。这开山辟路是地方建设啊，那县老爷，他管这事儿了，那县老爷应该要照顾我们才对啊。姐夫，姐夫，这个辟路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秋后及时动工，后天呢开始征收了，这样不就完了吗？后天不还赌债，那我能活命吗？这怎么办呢？爹爹，要不要吃糖？小友啊，你爹现在正心烦呢，自己去玩啊。你娘呢？在房里啊。人心险恶，毕竟我们不是做生意的料。今年才28啊，
还有四年我才三十二。哎，照理说我的财不止这些吧？你在说什么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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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当家的，明儿个把那些整地的工人给打发走吧，也省了点银子。哎呀，就让他们多领两天工钱好了，这对他们来讲也不无小补嘛。咱们也是苦过来的，能体恤他们就多体恤一点。我知道，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你还真舍得去？哎呀，多的都已经赔了，别去计较那些少的了。早点睡吧啊。哎。什么东西啊上面？哎呀，老爷你别着急啊，说不定是他舅带他出去玩了嘛。不是啊，你看看啊，这上面有友儿的名字嘛，是吧？还有这个银两的数字，这咱们看得懂，其他就看不懂了。这该不会……哎呦，哎呦，老天保佑啊，友儿千万不要出事儿啊！会吧？哎，弟弟，你们带友儿出去玩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怎么了？家里发生什么事儿？哎哎哎，你赶快来看看啊！来来来，快快，这上面写什么东西啊？哦哦哦，看看看看。哎呦，欲要孺子王友，无恙背银三千两，明日卯时将银置于东郊外土地市神桌上，孺子自会安然而归，否则后果自行负责，不可报官，否则其果亦然。那，哟。不会是有人遭绑匪了吧？哎呦，那赶快报官缉匪呀！哎，娘，千万不行啊！这车上面说，如果要报官的话，这个后果自行负责了。幼儿啊，我要我的幼儿啊！不不不不，幼儿，三千两是吧？是啊。他说，明日卯时，东郊外土地市郊，三千两是吧？哈，三千两。哎，咱们这栋房子啊。再加上朝廷补偿金，应该够三千两。哎哎哎，这栋房子不能卖。哎，这什么话，丈母娘？这房子是我的，补偿金也是我的，孩子也是我的。您这是什么态度嘛？哪像外婆嘛？您良心都到哪儿去了？真是。娘，姐夫说的对呀，人命关天嘛，我们赶快凑银两，否则有儿会产生不幸的。明日卯时要交钱，那怎么来得及啊？卖房子要时间，哎，补偿金要明日午后才行发放。老爷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对呀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爷，老爷，整店工人挖出大批的金珠宝，请老爷你过去一趟。什么？金银珠宝？你别骗我！小的不敢。哎呀，有儿有救了，有！快带我去，快带我去！看样子好日子又要来了，你还愣在那干什么？快跟去看看呐！哦哦哦，我去我去。昨晚三炷香可真灵，娘，咱们赶快拜拜包大人。对对对对，拜拜拜拜。三千两银子，多大的数目啊？怎么可以随便给那个绑匪呢？他们不报官，我去报。姐夫的命还真好，挖出的金子有上万两，嘿嘿，以后有好日子过了。
小鬼，吃饭了啊？小鬼啊，等你吃完了，我拿了赎金啊，我就会放你出去了啊。小鬼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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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！参见大人。哎，免礼，请坐。好，王当主，哎，本官初次到贵府，果然富丽堂皇啊。不知大人与王少爷来到寒舍有何贵干？哈哈，王兄，小弟和王大人来此，乃是为北部那片地之事啊。哦，就是王少爷卖我那块地呀？哎，对，就是这片地。王庄主，如果本官不眼拙的话，你所供的那个画像可是开封府尹包大人的、啊。哎，正是包大人。哦，包大人是在下的恩人，所以供奉包大人的画像，祈求包大人安康。哦，那王庄主和包大人可是旧事？哎，正是正是。王兄，听说你在那片地里挖出了宝物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在你卖给我那块地里面、啊、挖出宝物了。所以今天我来此，特约王大人为证，想要回那些宝物。这是王少爷，这地现在是我的，你凭什么要回去呢？哎，这些宝物乃是我先人所埋啊。王少爷，这块地现在已经是王庄主的，你已经无权再过问这块地的事儿了。哎，大人，你不是说？哎，如果是你祖先埋的宝物，你为何会不知道呢？王大人，哎，王庄主，大人，你真是福大命大，要是再晚两天，这块地上的宝物就是朝廷的，而不是你的喽。托老天的福，也托大人的福，这要是提早征收的事儿啊，那我对这些宝物也只有望而兴叹了。此事可当真呢？哎呦，这天大的事，民妇岂敢乱讲啊！请大人务必赶快缉拿绑匪，绳之于法。嗯，好，本官自当全力以赴。多谢大人，那民妇就告退了。慢走。是。此事本官自当办漂亮一点。如此一来，可以跟王庄主的交情更上层楼了。这钱财好像还真是身外之物啊，怎么来怎么去。没有这些身外之物，还真见不上咱们友人呢。要是咱们树大招风啊，友人怎么会让人家绑了去呢？我说当家的，还记得明天的地点跟时间吧？记得，明儿一早东郊外那土地庙嘛。
住！哪里走？大人饶命！心狗肺的东西，押回去！是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吴起，你丧尽天良，毫无人性，为财谋害自己的亲外祖，以劣德败行，罔顾天理，本官判你斩立决。大人饶命！大人娘救我呀！大人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儿子吧！大人，娘是杀人者死，何况死的是你的外祖。本案就此定谳，退堂。大人饶命啊！娘救我呀！娘啊，娘救我呀！救我呀！大人，救我呀！救我呀！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比王少爷有钱了。我儿的冤死让我分享了有儿的财富，可是没有了有儿，有财富有什么用呢？有儿，自此打击之后，原本个性就爱帮助人的王丽更是乐善好施，成为救济贫苦、修桥铺路、造福穷困之人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富阳知名的大善人。财富也旗鼓相当，为何在花钱舍财上却大不相同？在赈灾救济上，王庄主一向是永远一诺千金，而王少爷，
上还有屋内屋外，通通要贴个符，知道吗？是，哎呀，玉琴啊，你又到那个庙里去求这些符啊？没用的，阎王要你三更死啊，绝不留人到五更。我从你30岁生日一过，我是日求夜求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能够白头偕老。那你啊，你就是不帮着我，不帮着自己，老爱说那泄气的话。你难道忘记啊？那大街王少爷才过30岁生日就……玉琴啊，别难过嘛。这我既然和阎王有了这个交易，那我就得面对他。与其每天这么难过，那么倒不如静待结果。放心，老天很公平的，一事不报，三事会报的。可是孩子呢？孩子一出事，总不能不看见爹吧？啊，说真的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老天爷如此厚德，还让我王家有了后，那我还求什么呢？哎，老爷，我们可以去求包大人商量嘛，我们可以舍财求寿啊，啊！玉琴啊，到这个时候，我才觉得我们真像患难与共的夫妻啊！不过求包大人这事儿啊，万万不可。我这些年来荣华富贵啊，已经享尽我的本命财富了，我现在还有什么条件去谈呢？哎，而且啊，咱们未出世的孩子啊，我连名字都起好了。取什么名字啊？叫王富有。到底是贫穷困了我们，还是富贵害了我们呢？王令银丝交易的日期已到，我等受命前来索命，请包大人行个方便。走，走。什么？包拯竟然为那个要钱不要命的王丽护冤？是啊，好一个包黑子，枉费你一身清廉，竟然如今要背天行道。本王倒要问问你，如何向本王解释？走。包大人，阎王爷，包拯，你为何寻情护短，竟为阜阳王立守？阻我黑白无常去赎命。本府不明白王爷所指。再说，本府已经有半年没有离开过开封府。你，白无常，你把事情的经过禀告包大人。是。今夜亥时，我和那黑无常前去阜阳县欲提王丽归阴，却见到包大人上前阻挠此事，我等再三请求不便，才无奈地向阎王复命。啊！竟有此等争端！包大人，此事总该给本王一个交代吧？啊，王爷，本府处事秉公而已。王爷放心，本府这就日夜兼程去到阜阳，问个究竟，届时定会还王爷一个明白。那就有劳包大人。这实在是蹊跷。想到王丽乐善好施，救人无数，就连本府也时有所闻呢，他怎么会利用旁门左道躲灾求寿呢？
大人，草民岂敢胡作非为呢？若真有此事，那应该是草民为大人所挂的画像所致。哦，哦哦，啊，王丽啊，你们两位先请起来吧。谢包大人。既然为画像所致，本王心里是怀。王丽啊，你现在阳寿已尽，今晚就随本王归阴，你可有怨言呢？毫无怨言。啊，好。不，不，阎王爷，您父求求阎王爷，能够让他多活几年，让他看到孩子出世，看着孩子长大。您父求求阎王爷，求求你。阳寿已尽，岂能延长呢？民妇愿意借十年阳寿给我当家的，请吧。启禀阎王爷，在下也愿意借寿于我恩公。王爷，哎呀，你们这分明是为难本王啊！包大人，啊，你看此事该如何处理呢？哎，王丽，并不因致富而欺世压民，反而尽其所能扶弱济贫，不世之心实在令本府敬佩。如此好的人岂可早夭呢？本府也愿借寿十年，希望王丽能够继续的及其善行，导致社会善良的风气。哎，所谓好人不长寿，坏人活千年。如果我不赞助王丽的阳寿嘛，又显得好像我揠苗助恶之嫌呢。好吧，我可以借他20年阳寿，还他元寿。谢谢阎王爷，谢谢包大人，谢谢包大人。荣华原是三更梦，富贵孩童九月霜，老病生死谁替得，酸甜苦辣自承担。各位观众，身为富人者，不仅有富贵，更要有仁爱之心，否则虽富亦贫。奉劝为富不仁的人，当引以为鉴，及时行善，才会受人尊敬。今天富贵明就为您播映到此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。